恩典三六五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到说话的智慧，说话的艺术。说话是一种艺术，而这个艺术的背后是从上帝来的智慧。我在预备这一系列的分享的时候，越预备越觉得真的耶，好多的时候情况本来很好，后来为什么变成那样，常常都是说错话，说话的态度不对，说话的内容不对，说话的方式不对。好像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一对夫妻，他们其实本来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因为说话，后来他们的情况是越弄越不好。这可能不是在今天你我生活周围有这样的人，在圣经里就有。我要跟你分享大卫，大卫和米甲，大卫和米甲之间呢，就碰到这样的事情。大卫有一次他很开心，因为约柜回来了，约柜流落在异邦很长的时间，而现在回来了，他非常开心啊，唱歌跳。但是米甲从宫里面看到，哎呀，他怎么跳舞跳成那样，他是王哎。然后他说了一些很刻薄的话，说了一些非常挑衅的话，而这些造成他们中间很大的对立。米甲说，哇，他，你看看你是什么样子。然后而他说这些的背后，这些很刻薄的话，他的背后其实是一个轻视，他瞧不起这个男人。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，我常常跟要结婚的人他们分享到说，如果你看不起对方，或者你看不起对方的家人，还没有结婚，你赶快收手，你千万不要带着一个轻视进入到婚姻里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长期忍受他的另外一半瞧不起他，不管是瞧不起他，或者是瞧不起他的家人。包括我常常提醒年轻人说，哦，这个回家跟爸妈弄得不愉快，跟哥哥姐姐弄得不愉快，回来以后跟另外一半说，我跟你讲，我气死我妈，我妈真的很糟。当你的另一半有的时候有情绪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说，对啊，你们家真的很糟糕，千万不要讲这样的话。因为其实他们再怎么弄得不愉快，那是一家人，他是兄弟姊妹，他们是父母儿女，再不愉快过两天没事了。可是你如果插嘴在这样的事上，特别是你如果让对方觉得说，你看不起我妈吗？你还是你瞧不起我哥？其实这些在婚姻当中是很大的杀伤力，轻视。米甲说的一些话，其实那些话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他瞧不起这个男人，他瞧不起这个男人，所以他说的话是刻薄的，是讽刺的。在人跟人的关系里面，特别在夫妻之间，要拒绝这些刻薄的、讽刺的话。这些的话所造成的伤害，就说你打人一下，过一阵 他痛完了忘了，但是一句伤人的话，恐怕不是痛一痛过两天就没事了。求神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智慧，说话的时候拒绝刻薄，拒绝讽刺，更拒绝的是一个轻视、瞧不起别人的心态。敬拜天地的主宰。
Bye.